回来，感恩大家点进来我的视频。今天我们来做低脂清爽的火龙果芒果优格沙拉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这道沙拉用来招待客人也很合适哦。记得要收藏食谱了，不然划走怕你找不到我了。火龙果虽是热带水果，果味清淡，带有一种略带清新的甜味。即使火龙果的口味并不浓墨重彩，但依旧有着丰富的营养。芒果很好吃，闻起来醇香，吃起来蜜一般甜，和火龙果味道很搭。火龙果芒果沙拉，材料有火龙果、芒果、优格、芒果去皮切粒、火龙果去皮切粒。一汤匙优格，火龙果和芒果铺在优格上，淋上优格，可以开吃了。清爽火龙果和浓郁香甜芒果味道很搭，真的很好吃哦。优格很清爽不油腻，真的很好吃。我选的是芒果口味的优格，这样吃起来味道更浓郁可口。喜欢烹饪的朋友不妨考虑关注我的频道，有更多美味食谱哦。如果可以，请给我一个赞，是给我最大的鼓励，感恩大家。我每日都会上传双语视频食谱分享给大家，中午是中文视频，晚上8:30为英语版本，欢迎大家关注收藏食谱，记得要关注我的频道，那么就不怕找不到我了。
火龙果果皮也可以保留下来装沙拉，这样招待客人也很好看哦。可以先拌好，然后装在火龙果皮内。像这样就可以了，也很可爱吧？放在漂亮的盘子上就很好看了。新年也可以做给家人朋友吃，寓意红红火火，希望满满。还有我的食谱有双语版本，每天中午12点会上传中文版本，而晚上8点半上传英文版，欢迎大家关注收藏食谱了。我的 YouTube 有3000多个食谱，一定有你喜欢的食谱哦，不懂要煮什么就翻一翻看看找灵感吧。火龙果中含有低聚糖，具有调节肠道菌群、预防便秘、提高免疫力的作用，含有抗氧化物质如花青素，能清除自由基，有抗衰老、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，富含可溶性的膳食纤维，能在胃肠道中吸水膨胀，延长食物的消化吸收时间，促进胃肠蠕动，润肠通便，降低胆固醇，防止血糖快速升高，对于有糖尿病、血脂异常或经常便秘的人来说，不失为保健佳品。我每天都会分享美味食谱，不要错过了。谢谢观看，我们下一个视频不见不散了。